韓國性感小野馬軟雅呢個招牌扭劈劈動作真係睇到大家熱血沸騰啦！軟雅自從承認同龍俊亨嘅婚訊之後，加上被指身形變圓潤，大家都揣測佢係咪奉子成婚。呢日軟雅喺台北大巨蛋演出，以貼身連身黑色泳裝上陣，加上漁網絲襪，身形 fit 到爆，以行動打破懷孕傳聞。有粉絲仲發現佢左手無名指疑似戴上婚戒，間接放閃啊！呢次是軟雅宣布婚訊之後首度去台灣演出，有傳未婚夫龍俊亨都有低調同行。雖然女神軟雅即將被私有化，但是她這日連唱五首快歌，不改性感火辣風格，令全場30,000多球迷相當之嗨啊！제가굉장히오랜만에왔는데요오늘좋은공연보여드리고가도록하겠습니다同場亦邀請了卓文萱獻唱，他亦都走近觀眾席同大家擊掌大搞氣氛。不過呢輪嘅互動竟然變成討論嘅焦點，事關卓文萱去到著名棒球手王建民就變成握手，而對身旁嘅棒球手許基宏反而未有表示，搞到對方一臉尷尬。其實卓文萱未必係刻意大細超對待嘅，佢可能只係掛住趕翻去球場中央演出，唔夠時間同全排人握手啫。